命丧魂消，命看天宫。安静里竖起齐天大圣的旗，天公怎敢不服？怎敢不服？你能不靠水干不封赏？他们找你之去。为此，我奉玉帝之旨，请你再上天宫。有请安慈神，一来与大神赔礼，二来请获齐天大圣的名号，为此玉帝设下蟠桃盛会，便请西天诸佛带落神仙起来瞻仰大圣。怎么讲？瞻仰大圣。阿万，一切幸会安就与你再上天宫啊！多谢大神告辞啊！
而去，这天宫查看你犯病而